从来没想过中年危机对我影响咁大，令我产生了轻度的躁狂症。我情绪很容易失控，经常和太太吵架。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，自己看书希望学到个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。我学到了，但是做不到，而且和太太关系越来越差。在朋友劝导之下，我来了教会。第一天我感觉到有一股力量进入我身体，整个人觉得很畅顺、清爽和平安。几日之后，我仔都跟我说，爸爸，你变成另一个人了，没以前那么恶了。自从一切交给上帝之后，我内心再没有压力，整个人没有那个负面情绪，躁狂情绪也没有出现，和太太的关系也修复了。我做不到的事，上帝帮我做到了。由于我快速的转变，我一家人都信了主。哈利路亚。